你在哭什么？我刚刚要插香的时候，那安安，我是贝尔。过年嘛，就是要去朋友家好好的拜年。我今天呢，就要从桃园杀去云林找莫娜拜年，但是我没有跟他讲我会去找他。我计划是让他早上一起床看到我就整个吓到。他弟弟已经警告我说，莫娜的起床气非常严重，不知道他看到我的时候反应会是如何。然后因为他前几天生日，所以我也带了一个小蛋糕，想说去顺便帮他庆祝生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去突袭莫娜吧。早安大家，我现在已经到莫娜的云林的家的外面了，但是根据线报呢，听说她好像已经醒来了。不可能，现在才早上十点，这不是我认识的莫娜，她不应该这么早起的。我不管，我现在去进去突击她了。我现在要请莫娜的妈妈来帮我开门，好紧张哦。新年快乐！他还在睡觉吗？我看他醒了，哎，是的，对，他好像醒了。新年快乐，拍谁呢？早上还吵你起床。自己用力的那种，自己没睡醒。我妈昨天就知道你要来了吗？你们全家人应该都知道。我弟也知道。对啊，干，难怪我弟刚才密我叫我赶快去睡觉。因为我跟他说我今天晚上想吃寿喜烧，然后他在那边说你怎么那么早就醒来了？那时候已经九点了。我那时候还密你弟说，你今天起床嘞？不可能吧？今天才十点呢。什么意思？我昨天六点起床哎，我弟弟。叫我早点睡，我那时候还觉得有点感人呢、欸，他在关心我哎、欸，靠，原来不是，一切都是骗局，我太难过。那你妈有跟你说吗？我妈没跟我说啊，我完全不知道啊。哇，你们家的人很棒棒，都很会保守秘密哦。好，我今天的计划就是你要做什么，我就跟着你做什么。干，我今天计划怎样子啊？那我等一下就会直接回头。我原本是今天预计要去拜财神爷，真的要去拜财神爷，真的要去拜啊！可是我不想让别人觉得你每次来我家，我们都是去拜拜。我觉得拜拜很好玩哦。我家没有那么爱拜拜，是因为我这次想说那个财神庙好像很有名，我就想去拜拜看。不是我们家爱拜拜，真的不是，大家不要误会。请问我们现在第一个行程要去哪？我们要先去吃早餐，因为我还没吃早餐。走。我高中的时候就觉得早餐吃锅烧意面的人很有钱，不行吗？早餐不能吃锅烧意面吗？可以啊，你这么大碗的可以啊。早餐吃锅烧意面很爽哎。我们现在第二站来到哪里？我们来到的是云林北港的财神庙，这里好像是全台最大的五路财神庙。没错，因为我去年过得有点穷，我今年过年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来拜财神爷，因为我本来就知道这间庙，可是我一直经过都没有拜过，然后我是有一次看海丽的影片，然后才知道说，这间财神庙超有名，然后真的超多人。走吧，去拜拜，为我们的今年赚点钱，赚大钱了，耶！请介绍一下你刚才买了什么东西？我们刚才买了一整大组这样子700块，这是福财库，然后这是消灾解厄，又招财，又招财的，正财偏财都可以，你就买整套就对了，消灾解厄补财库这样，对，补财又补库啦，没错。现在在写什么赞助文，就是要把名字写上去，要拿去拜拜，二人写得很认真哦。是超级多，我的天哪、啊！
等下拜拜的时候啊，莫娜的妈妈说这一段话就是要念给财神听。我们大概花一个小时在念。这一段我觉得念中文都很难诶，这一段要念我可能会念五分钟，然后再包含自己的名字啊、跟生辰还有地址。一个小时就过了。你在哭什么？我刚刚要插香的时候摸到香炉，好烫哦，贺岁片变成爆哭片，他哭到连口罩都给我湿掉。好痛哦，但看起来没什么事啊。细嫩的小手被我靠！我刚刚在念那个东西，我一直念一直念，哇，手好热，手好烫，然后就一直想要找冰的地方。我有感觉出来，我超痛的。结果我们的拜拜刚刚忽然就结束了，因为我烫到，我烫到，所以我就在那边冲水。莫娜妈妈手很快，一下就那个都拜完了。啊，烫到哭成这样，你看多可怜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对我很好。我们现在都有神明保佑，我们今年都会赚大钱。这个人去年来我家拜拜，被神明的那个香烟烫伤，然后这次被那个香炉烫伤。我一定有做什么对不起神明的事情。对，有没有人对神明很熟？是不是什么没有还愿之类的？我一定有一件事忘记做。好可怜哦，烫右手，所以现在只能用左手再慢慢点字。大家香很烫哦，不要乱摸。死小孩。那我是刚好有一点重心不稳，所以去扶了一下。哦，还好没有抱上去。我们现在来云林的夜市，我们现在在包中夜市，这应该是全云林县他妈最小的夜市，五分钟就可以逛完喽。那你平常吃的 set 是什么？我平常吃的 set 是章鱼烧、串烧跟炸鸡翅，好吃。莫娜指定的一定要吃的章鱼烧，章鱼烧这家，毕竟也就走一家，没有啦，还有其他家。那家后来出现的那家才是章鱼烧。你说这家鸡翅一个人至少要吃几只？吃两只，一次就是一定要两只，因为一只不够。如果你胃大一点，就吃三只，三十只就可以。被抢光了，真假的？对啊，平常没有过年时间的话，其实摆更多。哦，这个烟跟今天放到人香炉的烟差不多一样的。云林的温差有够大的，是不是超冷？我现在想要去旁边买一条裤子来穿。这边都有啊，很多颜色的裤子，我不知道还选哦，快冷死。哎，我还有一个礼物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该不会是小只的尔贝达梳子？ This is for you。 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要不是蛋糕吧。蛋糕好不好吃？哎，应该是好吃的吧。谢谢贝尔。哦，不用，没关系。不用演，不用演。嗯，好，谢谢，不用再演了。嗯，感谢你今天陪我玩了一整天，谢谢你。我没有玩，我们都在处理演唱。对，确实还在痛。谢谢你，好了，没办法过生日。感谢你，拜拜，突击成功，耶，拜拜。As we go, I'll keep running till I can no more. You'll always be the one I want at midnight. You'll always still